恭喜恭喜！那两百是。恭喜恭喜！要得，谢谢。洗噻，没洗过我房嘛。我们洗了房的哦，你们呢？我们没洗。也没洗房啊。确实没洗的嘛。但你们也洗过房算了哦。哎，先给他把证书出来吧。他预约的1点到3点之间。好的。来嘛，去吧。快一点嘛。天哪！今天我是属于你们第一个见证人了。好荣幸，好开心，好替你们高兴哦。那你下班我们要去见证一下。必须噻，必须要还回来。哎呀，抓紧点儿。要得，加油加油。宋老板卖的水果捞，还没洗过那杯子。耶，今天那个那杯子还是第一次有点多，第一次吃水果了，第一次见证那个。一对新人给你们结婚是吧？跟了我老表婚，有吃了碗的水果。跟了你婚，吃了那凉面了。在这儿，我是那个，我是那个那群。在这。那是杨哥。当当当当。下来一个人也跑一脚。那电视里不是带着张哥好了吗？学习流程嘛，要他看他审核证件不？啊，还有审核证件那些啊？是噻，还要审核你的两个人的户口。我们预约了的，可能应该不得审核吧，但是要看一下东西。登记处，婚姻登记处。我是来去洗澡。要去，那你那个钱钱那里要要。好。准备户口迁上来查房。我本气，哼，接个屁呀！没有没有，不要不要。你说啥子？哦，免费照相。哎，那个背后明明有字体，为什么？那就免费照相，也不好看，免费来给我看嘛。啊，肯定不好看。走了。哦，那高度不错，一了哈。没来红名字。哦，他是他哦。不给他红名字哦。我一个干红名字，主席那些。都是你的哈。没想到今天有今天。哈哈哈。来，我们来。新郎，哦，孙伟，你愿意以后，谨那个是读书的，谨遵，算了，莫得了，那我去好尴尬嘛。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或者健康，美貌和诗色，顺利和失意，都愿意爱他，安慰他，尊敬他，是吧？你愿意在你们一生之中对他永远忠心不变吗？愿意啊，愿意哈，也愿意噻。哎，我也愿意。好，可以。啊，好。来，拍个照。拍照给他们。吃点上高的哦，家人们。你跟他俩是家人吗？哎，他也是那种小型的步调经典那种。哦，这样一个人可以过去见证人。哎，我是见证人。他是小型步。哦，那是中式的，看近点儿。那是不是爱心？是。一开始我们都是爱心，现在。OK， 我又想开了。Hello。他们结婚了。